来了，都进来了。就他。对，他这是因为单纯哦，也不顾争吵，心情不佳哦，想要哦，力图伤人哦，换取哦注意去亲近一下这样。哎，我当时那时候说我要选证件，可因为好像超商的店铺。哦，他是因为单纯心情不佳哈、哦，才有这种举动。他们并没有要学正杰的意思。手慢一点，手慢一点。他怎么会想要这样？就只是因为想要一个情境吗？心情不好就可以砍人，是为了想坐牢先杀人是吗？那你这样 OK 吗？做这种事都没有什么，没有什么话跟爸爸妈妈讲吗？爸爸妈妈在国外是不是？来，麻烦一下，来，麻烦一下，让他上车，让他上车，来。好。该走啊，阿姐。家长要多注意哦，孩童的身心发展哦，不要让这种憾事再发生。通知姑姑的时候，姑姑的情绪怎么样？那姑姑也不敢相信哦，她的侄儿会犯下这种事情哦，她也很伤心。她一直在要求哦，一直在请哦，被害人能够原谅她的侄子。